这很多菩萨都是成佛在道家之上度众生，所以菩萨很苦很苦，因为很苦。为什么？众生所求太多，不理解，没有经典教育的开悟，没有经典教育的指导，一直贪求为名为利在生活。你看哦，有人家里有观世音菩萨，每天早上有的比较好的还有三杯子。觉得这一次还有点小水果吃，但是你要求那么变脸，我儿子要乖，我在上学要平安，我太太要贤实惠，我老公要健康，我老公要对家庭照顾，我老公公司要生财，我要选议员要选上，我要当立法员，将来要当总统，我要买一部车，买一部车因为换大一点的奔驰的啊，还有还买一个高楼大厦啊，还要一个别墅，哎呦，愿望无穷哦，然后。把观世音菩萨当时是你们的贵佣啊，贵佣，哎，观音菩萨，哦，假你三杯茶，啊，你叫我做这坐，哎呦，三杯茶，你要搞这坐，算不着啦，嗯，啊，外劳马上有18000多，所以菩萨真的很苦，他很苦，因为菩萨为什么？前面有讲，菩萨修要尊沙的无量被尊沙，要学无量被尊沙法门。为什么要法门呢？他要度众生啊！你没有法门，没有办法度众生。无论我们的成沙或要断自己要断掉，才能提升。所以幸好现在很多菩萨都是从佛慈悲心到我这样菩萨的位置来，更能比较接近度化我们。啊，我们菩萨很苦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修成佛以后就到那边去浪人了，悠游悠哉悠哉，不是为了众生啊！哈。所以这里为什么跟介绍说佛是这样修的？因为底下这些都是佛所说的，有很多鬼神来我们这世间扰乱我们，有魔扰乱我们，都是佛说的，所以他不会怪你。他修行那么高，三千大千世界来去住如就几亿个太阳系、银河系的星球，他来去住如的人，他具有六大神通。现在比方说从这边去东方。它有11个那个佛的国度里面有叫东方药师利光如来，他们讲经说法，大家都知道。他甚至会把他请过来，我们这边念他的佛持他的咒，都能把他请过来。这种力量多大？更别说是我们上去的用上帝那个天，啊，我们民间供提供啊，在佛教里面麻翻成第四天皇帝的第释迦牟尼佛的事，因为经他那边。我们说呢，100年他一天在底下，我们说50年他一天，但是在无数界那边有我们这里4000年他才一天的哈。那么人都很高大啊，还金光闪闪。底下会介绍，这里强调是底下所说的是根据佛所说的，我只是把经典拿出来给大家做参考，不是我所说，也不是世间所说，所以你们绝对要相信，因为他修行境界。达到境圆满了，没有比佛的境界更高了。你要相信他的话啊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一般轮回的界就是在三界里面有这些啊，六一天啊，欲受啊，这些一切受界都还有想念，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摩天、诸善天、报了天、桃花自在天。啊，什么强调一下？你们很多人讲到魔化和化魔，魔就是这个天上，也就是欲界就是魔王叫做波旬，太阳都认识他，他有亲人，起障佛道修行的，你修佛的，你要只要行善，他都要障碍你。好，所以我们这里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听佛所说的开导教师，那么你用法，他就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他就能跟你相应。好。你要创造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宗教，他来跟你相应；你要做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他来相应，从魔界下来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都磨下来的啊，靠着人在扰乱这整个社会啊，包括来受戒啊，三禅啊，四禅三天，二禅三天四天。这边众生已经没有男女了，但是有受持还有想念，摩西所罗根。也是站到了天魔啊，你会二两个是天魔，你要注意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再修上去，这个无受界、四空间，这里男女没有余力了啊，无受身，但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你像那个像欲界啊，都有欲望啊，所以鬼还会生小孩子啊，鬼还是有欲望的啊。
鬼还是有男女的性爱关系啊，好吗？一下，因为很多人被鬼缠上以后，你天天晚上要啊春宵花夜哈、啊，那个病人病得很苦啊，这里还有欲望，还有生鬼小孩的话，当你要把它拆离的时候，勾缠勾地啊，勾缠勾度啊，六月六入断肠时啊，很多人会好奇啊，会问这些问题啊，这里生在好，当魔王凶性啊啊凶残。喜欢你在修行才起得到障碍，那么生前他也是修禅修善的，所以他懂得比我们多哈，他的能力比我们多啊，所以会升天啊，因为经上讲他忍心不断，任其所忍心不除，神不改车啊，所以比都是魔法上古魔王啊。好，我们这个是三界，我们修行都是要脱离三界。脱离三界，跳到这个三界观就没有轮回了，叫做佛教上叫正涅槃。正涅槃就是不生不死哈、啊，不生不死。那很多人以为说正涅槃就是死掉了哈、啊，很多人那个殡仪馆那边发还啊，某某年纪某某正涅槃，其实年纪不代表死亡哈、啊，这个修行境界达到很高，已经他已经不落入轮回，那不一定要死才是哦。你修的寂静到了，你还在活在世间都可以的。后来你都像佛修行成佛了，他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掉落的时候，他开悟的时候，他也在世间讲经说法，并没有说急着要去死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误会，难误会说正念本就是死掉啊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来记住，你要这个肉体可以用，不用这个肉体也可以。好，这是。三界，那三界里面有包括有些，六道轮回哈，哦，第一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天，这都是业力所长，业力所感召感哈。无人给你抬嘛，无人给你叫一起嘛，无人给你两起，只你做这个业。业刚才提到了，这是你的行为、你的造作、你的思想所产生的结果，叫做业，业力牵引。有的人做到这个。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边很多鬼神在障碍我们啊，而不单是讲鬼神病如何立法啊，来龙去脉我们弄清楚一下。对了，在第一桩啊，它有大很大的非常那个温度都几万度几千度了，连线也是一样，这边第一还有孤独第一，那这个孤独第一啊，真是不断的多的这个第一哈，荒郊野外水边旷野四下丛林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地方在四下丛林会碰到这个魔鬼啊、恶鬼啊、地鬼啊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很深很痛苦，然后福报就在呼呼的荒郊以外，业力所招感啊，你所做所有的结果啊。好，那么你可以参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再来一个《原始佛教里面长达罕经》啊，第十九第一个，他讲第一个讲的详细情形讲的多。啊，恶鬼的形状很古了，大概就是底下说的很饥渴啊，很古，比较古的，比山林荒外总庙之神，把人摆到底高啊，还是说红啊多啊，是些黑标哈，化些红啊，这是靠恶鬼，第五去摆有什么价啊？我不摆，他没有别的吃，因为有的都一直在受饥渴，满身饥渴，啊，东西拿到嘴巴变成火，非常痛苦，所以。佛告诉我们说，他痛苦六道众生都是一视同仁，我们有慈悲心对待，而不是驱鬼打鬼，把他打昏睡，而是叫你慈悲心去救他，也不像佛教界一般常常反对说，不是鬼业，怎么在拜鬼，怎么祭鬼？佛本来就告诉我们救他，他是六道众生啊，他有的是我们的亲人啊，兄弟姐妹，我们的祖先都有可能到这个境界啊。有的是我们养的动物，它脱胎去了。有一天我们也去，你不修行，再造恶鬼是会去的啊。所以，恶鬼很苦，底下这自己看一下哈、啊。好，恶鬼正法内之经讲哈，恶鬼在哪里？